少年歌行扎青。历时3个月的拍摄，让剧中演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饰演萧瑟的李弘毅与饰演雷无极的敖瑞鹏两兄弟一起向剧组发起提议，请剧组帮忙安排一次意义非凡的团建活动。受邀的剧组兄弟们将带着各自平心而动的愿望依次前来探访。本次节目的录制呢，其实是一次剧组的团建嘛。对，比较期待哪些小伙伴会过来？最为期待的还是敖瑞鹏导的，因为在拍《少年歌行》的时候我逗了一整部戏。我期待一下哪些小伙伴呢？刘旭毅吧。就是如果这次小伙伴们来的话，就是会带来哪些心愿呢？我估摸着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平时最不注意的点，但是你让我具体猜，我还真猜不出来。非常梁朝伟，梁朝伟，哎，我是不是很接近了吗？来，表演一段秀肌肉动作，健美渲染。哎，这不是随便来吗？这不就……在他这个其实最简单的，我太简单了，我这用屁股写出来一个名字，来吧，我们谁先不来？谁先第一个问？石头剪刀输了的最后一个问，谁剪刀不？你先问。我这是个是人啊？不，我这是个人吗？不是，他可以是。我跟你讲，就你这一句话已经让我锁定了目标了。真的吗？幸运，下一题我就说来的是什么？好，信吗？好，你下一题能猜出来，我们俩一块儿直接做惩罚。我直接做。行，好。我这是个人吗？不是。我这是个人吗？等我看看什么。你这不是人，他是个神。你问。第一个人开始说，《少年歌行》有什么？每个人轮流说有关的事物。《少年歌行》有什么？啊，等一下，重来啊！我刚才节奏乱了，节奏乱了。这都能节奏？节奏。三二一，走。《少年歌行》有什么？司空天落，少年暗河，司空藏锋。你是不是以为他错了？我以为他错了。走。雷家堡里有什么？你自己要说个名字啊？我问的吗？你自己要说一个名字。我继续、这个输了有惩罚吗？你屁股写字。今天晚上过不去这坎儿了。走，走，哎，哎，你这打进去，看能打进去，你这扣进去，你这看能不能打进去。不行，不行，那我们快点，我们去挣个30个币，然后差不多了。30个？来床，吃了这么多吗？走，是打羽毛球的。乒乓球我都有乒乓球台，来，每个都得过一下我这边。我这个好难，这个。来，山边儿。哎呀，竖着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你能拍下来一个就算你赢。哎，可以。哎呦呦呦呦！可以可以可以。扣。开始，拿去，自己啪啪，我啪啪，演员词儿怎么回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门前看雪落，门后看镜子。我有一座山庄，一定要雪落。喜欢的话，拿去。有道是单不言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些都是应该的，不用太客气。可以啊，好，杀青了吗？10个，红兄弟。好，来，这就是10个了。10个了。导演辛苦，导演片。